天是我们华人社区庆祝加拿大152周年的国庆日游行活动，今天吸引了我们100多个华人团体来参加我们这个庆祝活动。华裔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啊，他们都纷纷的融入社会，尊重加拿大的价值观啊，服务社区，直到积极的参加我们加拿大社会的活动。今天呢，就是说延续了我们20多年来华人社区庆祝加拿大国庆活动的传统。